这个是法国制造的一个全能玻璃锅，绝对是您的首选锅具。是的，今天我们的 Chef 这个锅具来的哦，厨房必备的锅具，为什么呢？因为它是不挑这个烹饪的这个炉灶炉的哦。每一个灶炉都可以没有问题，那你放在冰箱呢，再拿出来也是可以的。当然，今天是给你四个不同的尺寸的琥珀玻璃锅，三公升、两公升、1.5公升以及是1公升，原价926令吉，但是今天只需要326令吉而已。是的，太划算了，大家也不要忘记哦。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赠品也是非常多的，哇哦，有耐热的这个食物容器呢，是有四个的。那我们的这个四人的这个餐具套组呢，也是一并要送给大家的哦。所以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马上就是留守在这档节目了。 天天哇！大家好，我是佳琪。大家好，我是 Emerson 杨贤。新年要到了的时候呢，大家都会看到桌子上呢都是会摆满满的这个料理，对不对？但是如果料理呢有一个很棒的这个餐具啦，或者是很棒的这个锅具来盛着的话，放上去你觉得绝对是非常的好看的。是的，所以今天带给大家的这个 La Chef 琥珀玻璃的锅具呢是有这个画龙点睛的作用，除了菜看起来是好吃之外呢，就连摆设也特别的好看，对不对？是的，所以你可以看到哈，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 La Chef 的这个琥珀玻璃锅颜色上面已经是特别漂亮了，有没有？最重要是什么呢？是 Made in 法国，看到吗？就是法国制造的一个琥珀玻璃锅，所以呢，品质方面绝对值得推荐。之余，今天你是一次过带回四个不同尺寸的这个琥珀玻璃锅，三公升、两公升、1.5公升以及是1公升，哎，全部只需要329令吉而已。最重要是什么呢？今天赠品方面也是不得了的啦。 是的，当然我们的这个组合套组四个锅子之余呢，我们还在送你四个这个很耐热的食物容器，有四个那么多哦。你就说你要打包的时候可以把它带走，那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的这个餐具套组也是有四对的，还有一个四对筷子，还有四个碗呢是要送给大家。你看，全部都非常的应景，新年要到了，种子把这个套组带回去呢是非常适合不过的啦。是的，很多时候呢，大家都会想说，在煮吃的时候呢，我要用怎样的一个锅子啦？我跟你讲说呢，不要麻烦那个锅子，可以放进去。 冰箱里面拿出来可以直接放在火炉上面，就是加火加热的话呢，这种呢就是呢，哎，我跟你讲，平常呢你用这种铁锅啦那些啦，你放进去你是没有可能放进去那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冰箱里面的嘛，对不对？因为呢它的那个耐温差是没有像我们玻璃这样子这么厉害的，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这个玻璃哈只有在我们法国的一家工厂呢才可以制作出来的，因为呢它呢听说哈。 它是呢，甚至是可以用在这个太空船上面的，因为太空船上面呢，你知道要去到太空的时候呢，那个温差呢是很高的，但是今天呢，我们可以负40度，或者是最高可以去到800度这么高，所以呢，包括说你今天呢，直接放在明火炉上面这样子加热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而且现在呢是沸腾的嘛，对不对？所以呢，我们加热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说它是多少度，106度的一个。 温度OK，所以已经是超过这个沸腾点了。所以呢，你看哦，这么热的一个锅子，我们现在要怎样呢？就把它直接放进我们一个冷冷的冰水里面。通常如果玻璃啦，在极端的一个温度之下，是不是会就是冷热膨胀，然后呢就会裂掉呢？但是我们现在呢，马上把它拿出来看一看，就是说我们的这个琥珀玻璃锅有没有任何的裂痕？完全没有裂痕，而且。 还是完好如初的。那刚刚我们说了，这个材质非常好，之余呢，你看它除了就是耐温差非常的高之余，就是说它聚热也非常的厉害。为什么？你看我现在还摸着的时候，它是有温温的感觉，而且你不要忘记，今天你看的时候，除了完好如初之余呢，我们的这个容器的底部啊，还是有这个设计的。那这个设计这个花纹呢，是用来就是来做这个防滑的这个功能啊。是的，而且呢，今天最重要是什么呢？是的。如果说我们的耐温差的话，等同于讲说它可以放在这个 gas 炉上面，另外一个就是怎样，可以直接放进我们这个 freezer 里面，因为 freezer 里面的话呢，我们很时常煮了东西的话呢，是不是吃不完就要把它 freeze 进去我们的这个冰箱里面。
冰箱里面。你看现在就煮了一堆咖喱的话，吃不完没有关系，你可以直接把它放进我们的这个 freezer 里面，也不用换容器，然后就直接放到我们的这个明火炉上面去加热就可以了，真的，很方便。是的，如果你是用普通一般的这个铁锅的话，完全没有办法做到这样的功能，而且铁锅也是很大个，你放到冰箱里面非常的占空间，对不对？是的，而且呢，你知道哈，因为它耐温差的那个温度真的是很高，所以你也不用担心它裂，因为呢，它的那个玻璃呢是我们这个微晶的一个玻璃，所以呢，微晶玻璃的时候呢，它就可以耐很高的温度，包括说今天低至40度，或者是高到800度都绝对没有问题。是的，你看有图有真相，-40度就是非常冷的这个情况之下呢，它都可以直接拿出来，然后放到明火上面去滚，或者是加热，到800度都可以没有问题。你看平时我们的这个水呢，100度都已经很热了，是的，你试想想800度是多么高的这个温度啊！真的，所以呢，今天呢，你想一想哈，它的那个材质呢已经是与众不同 ，Made in France。还有最重要的是什么呢？新年要到了，对不对？对。新年的时候呢，我们今天给大家是4个不同的锅子这么多哈，包括说最大的容量呢是有3L、2L、1.5L以及1L。然后呢，今天赠品是不得了，新年嘛，当然就是要送喽。对。包括说也是一样啊，我们玻璃的这个食物容器4件组，让你带回家之余呢，还有另外一个，哎，这个我很喜欢。是的，这个很喜欢，很好看，对不对？新年可以拿去送给人家啦。有这个餐具套组呢，是4个分量那么多，4个 set 那么多，所以整个套组呢是非常强大，都是要送给大家的。329令吉，当然也不要忘记，我们在新年的时候呢，除了吃要好吃，看起来呢也是要非常好看的这个锅具。今天把它带回去，真的很适合新年拿来使用。而且呢，这一个4件组呢，平时我们没有再送的啊，因为新年的关系，所以我们特别加送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今天请看过来，3公升的一个里德其实很大，对不对？对。如果说我们今天要炖菜啦，做盆菜啦，或者是要炖一些我们的这个肉的话呢，就非常的好用。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呢，它的那个导热速度呢，哎，可能说没有这么快，但是它保温的那个情况很好。等同于说今天呢，我们要打开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讲说，哇，好漂亮的盆菜，看到没有？而且呢，这个盆菜我觉得很好，你知道为什么吗？你放在厨房那边或者拿到餐厅你要吃的时候呢，就比较冷了，对不对？没有关系，你再放上去加热就可以了，就很快就可以加热，对不对？用我们这种 portable 的这个什么呢？煤气炉。就 portable 的煤气炉，或者你放在我们的那个什么呢？就 ceramic cooker 啦 ，induction cooker 上面都绝对没有问题。总之是它不挑这个灶炉，怎么样的一个灶炉都可以，就连我们的这个微波炉啦，我们的这个焗炉都没有问题。那当然最重要的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哦，它这个它是透明的嘛，对，你可以看到里面呢它是几时煮熟了，沸腾了，你就不用担心一直去开锅看一看，你不用担心就是说它会溢漏出来的情况。那今天你也不要忘记哦，你看我们那么大的一个容量的这个锅子呢，我们就可以拿在新年的时候拿来煮盆菜了，非常的好看，真的好吃又好看。今天真的是让你的这个胃和你的眼睛呢都是饱饱的。真的，而且我跟你讲说哈，就是呢它可以随时随地加热，我觉得这个很好。对，为什么呢？因为平时呢我们煮吃这个盆菜啊，吃到后面的时候呢都已经比较冷了，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呢随时加热的话呢，你放进去那个厨房上面加热加水，这样子加下去过后就非常的方便，而且你不用换任何的一个锅具，你一下子呢就只需要用一个锅具的话，你不需要就是换来换去的话呢，你就省了时间哦，不用洗多一个锅子咯。而且呢现在呢可以看一下我们之前在煮的这个咖喱哈，对，已经是沸腾了，有没有？所以呢这样子的话呢，你回去家里如果说今天煮不完的话，OK， 不用东西不用担心，你就直接呢去到我们的这个就是 freezer 里面放进去，第二天拿出来叫小朋友这样子滚一滚吃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的一个方便啦。那当然除此之余呢，我们就说我们的这个锅子可以在很多不同的情况上使用，煤气炉也可以，就连微波炉也没有问题。那有时候呢我们前一天晚上我们就煮了我们的这个糖水吃不完，早上呢要给小孩子外带出去的话呢，我们就在这个微波炉叮一叮热，叮一叮就可以拿出来了，2分钟
而且你不需要换任何的一个锅具，你就直接这样子放上去就可以了。新鲜滚热辣。而且呢，你看一下它的那个，我觉得说它的那个就是外形啊，非常的好看。当然今天如果说你要装我们这个糖水的话哈，你还可以用我们的 free gift， OK， 让小朋友带去我们的这个就是学校啦，上班的时候吃，甚至是呢新年的时候呢，可能说你煮了太多，煮不完啊，吃不完，然后打包一些让你的亲朋戚友带回家去，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对啦，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这个套组非常强大，也非常贴心，有买又有送，最重要的是功能性又多。你看今天的赠品哦，只是拿赠品来讲 ，quality 已经很好很好了，是的，对不对？真的，而且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给大家的这个什么呢？我们大家的这个就是优惠哈，真的是前所未有的。因为之前呢，价格也比较贵一点，但是今天呢，我们是四个不同尺寸，包括说3L、2L、1.5L，一直到1L。OK， 你呢原价啊926令吉，今天呢节省了597令吉，只需要329令吉就可以把四个不同的锅子带回去，之余还有 free gift 啊。对，那也不要忘记了，就是我们非常贴心啊，如果你是有这一个 Maybank 的信用卡的话呢，你就可以享有免利息分期付款啦，3个月，每一个月只需要109令吉67仙，所以不要浪费时间了。这么强大一个套组呢，只有在 CJ Workshop 可以找得到。如果你要吃得好，然后看起来又非常好看的这个锅具的话呢，就一定要把 LaChef 带回去。拿起你们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又或者是呢，去到我们 CJ Workshop 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式，把 LaChef 带回家喽。套组就在这里了 ，Chef， 我们给大家呢就是这个四个不同 size 的锅子，之余呢，你带回去的赠品包括说耐热玻璃食物容器有四个这么多，再加送给你四人的碗碟套组。四家原本需要926令吉，今天这档节目给你节省了597，你看超值优惠价只需要329令吉而已啊！如果你是 Maybank 的信用卡用户的话，还可以享有3个月的免利息分期付款哦，每个月只需要109令吉67仙而已。哇，太贴心了！那当然也不要忘记哦，如果用我们手机 application 来购物的话呢，还可以立即获得58仙的 wow 购积分，等同于17令吉，你下一次 shopping 可以拿来使用。所以现在不要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马上拿起你们电话拨打热线，又或者是呢，去到我们手机 application 把我们的 chef 抢购回家喽。给大家的 Le Chef 玻璃陶瓷的这个就是锅子呢，一共是有四个不同的尺寸。我自己最喜欢它的地方是什么呢？因为它样子看起来很高贵，你懂吗？所以新年的时候你要装任何的菜肴啊，看起来都特别有名的。对，那当然就是除了好看之余呢，它就也是非常方便。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它好看的时候啊，你就可以煮好了马上盛盘，就放到锅子去，你就省了这个洗碗碟的工作，对不对？真的，所以呢，你一边在里面煮的时候呢，然后过后盛盘上去，它也是很好看的、啊嗯、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新年的时候呢，我们不是有很多那种聚会的吗？然后又会做这个 potluck 啦。这个呢，如果说你煮好了 ，OK， 放在那边凉一凉，然后呢，拿去你的朋友家，直接放在那个明火炉上面加热，或者是直接放进去 microwave 里面加热，拿出来又可以吃了，不需要换来换去这么麻烦。对了，而且不要忘记了，今天我们的套组非常强大了，329令吉，我们有四个锅具，那当然容量呢是3L、2L、1.5L到1L的这个锅具呢，都是要在套组里面找得到的。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了，我们赠品也是非常贴心，同样材质制成的这个耐热这个容器哦，也是要送给大家。还有，你看我们这个非常贴心哦，新年才送给大家，我们四对的这一个碗碟套组呢，也是要送给大家。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哦，你可以拿回去送给你的这个岳母啦，送给你的父母亲，讨他们的欢心。因为这个真的非常好看，配合新年呢、啊，把它带回去最适合不过了。OK， 妈妈们，我要跟你讲一下为什么今天我们的这个玻璃呢，它可以耐这么高的一个温度，最高可以去到800度、嗯，最低的话是-40度，-40哈，等同于讲说你放进去 freezer 里面，你不用怕它裂，因为普通呢，我们放一些可能说 plastic 啊进去的话，是不是会裂掉，对不对？或者是呢，你今天放一些太热的东西进去的时候，它也会裂。但是呢，因为这个玻璃呢是特别制造的，只有在法国一家工厂
才可以负责生产这样子的一个微晶玻璃，它呢就可以耐减40度到最高800度的一个温度，而且呢它那个抗温差是很厉害的。为什么这么讲呢？从 freezer 拿出来你不需要解冻，直接放在火炉上面加火加热就可以了，它绝对不会裂。那当然我相信在家里的妈妈呢买锅具的时候另外一个条件就是一定要它万能。怎么样讲万能呢？就是说在煤气炉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 ceramic cooker 也可以，电磁炉啦、微波炉等等所有的炉都可以。今天呢 La Chef 就做到了这一点哦，你把它带回去它不挑炉灶炉，你知道吗？是的，而且呢我跟大家讲说可能你会讲说哎呀玻璃我看到讲说好像有一点怕怕这样子、绝对不用担心，它呢它的那个坚固度呢比起铁我觉得说还差不多可以媲美这个铁哦。的确，所以呢普通的那种碰来碰去呢它不是没有这么容易裂，你洗的时候也不用担心。但是最重要是什么呢？导热很快，聚热又很强。今天呢可能说你煮了一碗汤，然后呢老公呢3个小时过后才回来、也不用担心它还是有一点点微热在那边的。但是呢你要加热也很方便啊，你家里有 microwave 就放进去叮咯，你家里没有 microwave 你直接放在我们这个 induction cooker 上面，或者是放在火上面直接加热就可以了，也不用洗多一个锅，真的非常方便。那当然也不要忘记了今天的这个套组呢给大家带来4个不同尺寸不同 size 的这个锅具。那当然呢这是一个 size 就是根据你个人的喜好啦，想要哪一个就用哪一个。对，那比如说1L的你要拿来煮这个泡面啦，然后3L要拿来煮这个汤呢都是没有问题的。是的，你看到吗？就新年的时候呢我们都会煮一些什么呢？药材鸡汤啊，对不对？对，就让一家人享用嘛。而且呢我跟你讲我很喜欢用这个透明的锅子来煮，就是你可以 monitor 到里面呢它只要煮到怎样，就煮到差不多那个熟成度 OK 的时候呢你就可以转小火慢慢的滚。因为呢这个导热度更好，保温也很强的时候呢，其实你用小火慢慢炖它的话，那个汤的味道啊会更加出来。是的，就是因为这样子呢我们可以说 La Chef 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功力非常好的这一个锅子来的。所以呢套组只需要329令吉，而且呢里头有非常多的东西，总之呢你烹饪用上它呢就真的是万无一失了，对不对？真的。所以呢今天你可以看到说什么呢，烹饪的时候其实也可以非常的轻松，而且呢因为它是玻璃的关系，你要洗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所以今天带给大家就是来自 Red Chef 的我们的4个不同的这个锅子啦，一共是有不同的尺寸，最高的是3L到最小的1L，而且今天赠品方面是不得了了，同样材质的玻璃食物容器呢有4个让你带回家，只有在这个时候新年的时候我们再加送给大家碗碟套组，有4件套让你带回家，但是呢整个套组只需要329令吉而已。所以呢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我们 La Chef 这么漂亮的法国锅子给带回去吧。全能玻璃锅绝对是您的首选锅具啊！是的，强势回归，大家看一看，今天我们 Le Chef 的陶瓷玻璃呢，可以承受-40度到+800度那么高，它耐冷热、高温差都没有问题、而且呢是能屈能伸，绝对是厨房的必备。无论是放在煤气炉、电炉、微波炉、烤箱，甚至是电陶炉、冰箱、洗碗机都绝对没有问题。真的太棒了！今天不要忘记哦，我们新年 Wow 的这个超值套组呢，有4个这个锅子那么多，再加上我们耐热的玻璃食物容器，还有4人的这个碗碟套组都是要一并送给大家的。所以这档节目不容错过，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又或者是呢去到我们的手机 app。把 La Chef 给带回家咯。团聚家乡拥抱乐呀乐呀乐逍遥，心一笑到家乡。有买过
用了 Chef 的朋友都知道哈，其实他送的这个赠品哈都是一等一的 quality 的，更何况今天我们的赠品呢也是不得了了，因为呢有四个不同的锅子让你带回去，只需要329令吉之余，今天我们再送给你另外四个玻璃食物容器，还有另外四个我们的碗碟套组，春节的 team 的，就是只有配合新年的时候我们才会送给你，一分多的钱都不用给，只需要329令吉而已。而且不要忘记哦，除了我们的套组很强大之余，今天我们介绍给大家这个锅具呢，我相信大家都知道法国制造的，这个工艺是非常严苛，所以 quality 也是一等一的，对不对？ OK， 现在我们面前呢这边就有一锅热油， OK， 到底有多热呢？大家都知道讲说如果是热油的话真的是有一定的那个温度的，温度，你看到 Oh my god， 263度，所以是一个非常高的这个温度来的。那当然呢我们也不用担心如果把高温突然间放到这个冰上面去的话呢，它会有破裂情况。没有，我跟你讲说平时的时候呢你这样子这么高温， OK， 你现在哪我觉得很烫哎，小心一点。好，来我就马上把它呢放到我们的这个冰上面去了。那我来告诉大家、oh、今天我们也可以在冰上面煮菜，为什么这样讲呢？你看我把我们的这一个面条再放进去，你看一下子就已经发上来了，有吗？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子吗？因为呢它耐的那个温度，就是呢它今天说如果说呢你今天里面它的那个温度高的话，它的维持那个温度的那个时间是很长的，包括说我们除了说可以炸我们的这个冬粉之外呢，还可以炸我们的这个虾饼哎。对，但是你看到我们外面这边呢是完全是包围着什么呢？冰块，包围着我们的冰块的，等同于说什么？它不容易受外面的那个就是温度所干扰，所以呢里面还是保持非常高的一个温度的时候呢，它就连我们的这个虾饼也可以炸出来，这就是我们 La Chef 的一个好处啦。啊，简单来说呢，你今天有了这个聚热非常强大的锅子之后呢，你煮菜起来是更加的方便，那保温的这一个过程呢也是更加的厉害了。为什么呢？因为很多人在做新年的时候，过新年的时候啊，就会有很多的这个食物煮的这个量非常大，对不对？是的。那所以呢，如果你是吃不完的话，你真的就是可以把它拿出来，然后呢就是再重新的弄热它就可以啦。所以呢我们要做这个试验，就是要跟大家讲说，其实用玻璃的话呢，它里面耐的那个温度是比一般的这个锅子来的更长，等同于说呢你今天呢煮东西的话呢就很快速就可以完成，因为呢它保持的这个温度呢是很快，导热的温度很快，然后呢它里面保持这个温度也保持很久嘛。是的。所以呢你今天你看这么漂亮的一个锅子哈，炒起菜来也是非常的开心的，有没有？对，也就是说呢，今天我们的锅子不只是可以拿来做汤啦，还是来熬煮一些甜品之类，就连炒菜也是可以让你炒得很香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说了这个导热非常的快，所以呢，我们就是说爆香那个蒜头啦，或者炒菜的过程呢就缩短了。你看真的，你在新年的时候已经很忙了，那如果可以在你煮菜的过程呢更加快的话呢，你就是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就陪你家人聊聊天之类，对不对？是的。所以呢你看一下今天呢它的这个导热速度呢，因为是玻璃的关系哈，所以呢比起铁的话当然会慢一点点，但是我要跟大家讲它维持里面维持的那个温度呢，就讲你今天煮汤啊或者是你煲汤的时候呢，你用小火来焖的话，其实里面保持的一个温度是很高的，对，这样子的话就可以逼出里面那些食材的一些香味，还有我们食材的当中的一些营养啦。那当然不要忘记了，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这个锅子它是透明的，你可以看得到里面它熟度是到了哪里，对、你就不用担心你每一次去煮菜啦或者是熬汤的时候呢，你要跑回厨房里面打开盖子去看你的这一个汤到底有没有溢出来啦。对，所以呢你看一下新年的时候我们要煮罗汉斋的时候呢也可以这样子来炒一炒，因为罗汉斋的话到最后可能说我们就是要把它焖一焖嘛， 对不对？这样子的话呢你就可以放很多的这个材料下去，然后呢把它这样子炒一炒，而且好香哦。对，这就是色香味俱全的一个锅子来的。而且你不要忘记今天呢除了就可以在我们这个明火炉上面炒这个罗汉斋之余，你如果家里是只有 ceramic cooker 或者是 infrared cooker 都没有问题，因为这个锅子它是不挑这个灶炉不挑炉子，总之你有火它就可以炒到菜出来了。真的，所以呢非常的方便当你下这个材料的时候呢然后炒一炒，然后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刚才我已经讲了，它里面呢维持那个温度维持的非常好。今天呢你要炒这个罗汉斋，然后呢倒下去之后呢你就可以下一些我们的这个材料下去，然后呢慢慢的让它这样子焖就可以。
可以了。对，而且不要忘记哦，今天我们有不同的这个 size， 不同的尺寸嘛。最大的你看，那可以拿来熬汤；最小的可以拿来煮泡面。所以我就说了，这个套组真的非常强大，不只是新年可以使用了。那你家里如果真的缺乏一套很漂亮的锅具的话呢，我跟你讲 ，La Chef 真的是非常的适合不过了，因为呢，品质又好。外观看起来呢也是一级棒的。首先呢，看你看套组了329令吉，给大家带来四个不同 size、不同尺寸的锅具，三个 liter， 最小的是一个 liter， 全部呢都在套组里面可以找得到。那至于呢，我们的这个赠品呢也是非常贴心了，同样材质制成的非常耐热的这个食物容器呢，也是要送给大家。那不要忘记哦，除了这个之外，我们还有的就是大家非常喜欢新年的，要有新年的气息嘛。对，把这个四人份的这个碗筷套组呢，也是一并送给大家的。OK， 所以你可以看。看到说什么呢？今天真的是呢，我就是说送大包给大家，而且呢，这个是法国制造的一个极品来的哈。刚才我已经讲了，因为它耐热呢，可能说没有铁这么快，但是它保持温度是很厉害的。你看我们这样子呢，就给它焖一焖，焖了之后呢，然后我们就可以开锅了，有没有？一、二、三，哇、哦，好漂亮啊！有没有？最重要是它非常的香，你知道吗？真的，所以呢，你看今天呢要炒这个罗汉斋的话，就如果有一点点汁的话呢，其实呢，它很快就可以把这种食物当中这些所有的菜呢，就已经是可以逼出来了。对，而且最重要就是呢，今天你用最短的时间，然后呢就可以用保温的时间啊，把这个菜煮好呢，是更加的方便。再来哦，另外一个省事的地方是什么？就像佳琪这样子，他拿上来一二三，放到桌子上面去就 OK 了。你今天又省多一个碗，再少。洗一个碗都没有问题啦，你看直接盛盘很漂亮，对不对？对不对？所以呢，今天呢你就不用洗多一个盘子了咯，直接上桌绝对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为什么呢？对，这个锅子就是这么的漂亮，而且是来自法国一个只有法国特定的一家工厂才可以做出我们今天这样子一个高温差的一个可以抗高温差的一个玻璃。当然，对，新年的时候呢有很多吃剩的东西嘛，对不对？所以呢各家各户都会做什么拆播。对，你看今天非常简单的，我们就用最大的这一个我们的所谓的这个三厘的这个锅子呢，煮好我们的这一个我们叫酸辣菜了，对不对？对，有时候对，当然如果我们的锅子够大的话呢，我们就可以煮很多很多的这一个容很大容量的这一个菜啦。真的，所以你看一下今天呢，哎，酸辣菜我跟你讲啊，最好就是慢慢的包，慢慢的包的话呢，那些就是芥菜了才会慢慢的软嘛，对，然后呢那个味道才会全部逼出来。OK， 今天呢更棒的地方是什么呢？我们煮这个酸辣芥菜的时候，你还可以从外面呢这样子看到，讲说它的那个熟程度到底是怎样了。而且不要忘记，就是说今天如果它你吃不完的话，你可以把它就是盖子盖上，放到冰箱去，隔天再拿出来放到 microwave 去叮一叮热，也可以放到明火上面去弄热它，也是没有问题的。所以今天呢，你把它带回去四个不同的 size， 如果你要煮多人份的，你就用三 liter 的咯。最重要是今天如果你是煮了要等两三个小时再吃，它也可以在里面做一个保温的动作。工作啦，所以不要忘记，你看，你看在桌子上面呢，有一二三四四个不同的锅子了，有三厘的啦，两厘的，一点五还有一厘的，放在桌子上面是特别的好看。也不要忘记哦，再送给大家有的就是这一个非常耐热，同样材质制成的食物容器，还有呢就是我们这一个碗碟这个碗筷的套组呢是有四份要送给大家的。今天真的是送大包啦，我讲，因为平常 Le Chef 呢是没有再加送东西的，今天我们再额外加送给大家，大家真是赚到了。而且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今天我们的锅子除了可以放在明火炉上面的话呢，其实后面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你可以直接放进 microwave 里面，这个是很方便的。因为呢，有了 microwave 之后呢，你只需要直接把那个锅子丢进去加热就可以了，就是这么的简单。所以呢，新年呢吃剩的食物呢，比如说炒这个长寿面啦，对不对？哎，吃不完没有关系，拿回去过后呢，只需要拿我们的这个 microwave 轻轻的这样子叮一叮就可以了。所以呢是非常方便的。我们是说了它不挑我们的这个灶炉嘛，而且哦，今天我们送给大家的 free gift 你有看到吗？非常厉害的一个食物容器呢，也是耐热的食物容器呢，也是要送给大家，而且不是一个哦，是有四个那么多。总之今天如果你是要外带去工作啦，又或者是去上班啊，会给你的小朋友去上课的话呢，都可以把这个食物容器派上用场啦。是的，所以呢你看一下今天的四样食物容器这么多，而且呢还有这个哈
花开富贵，里面是什么呢？就是我们送给大家的这个四件组的一个厨具呢，让你就是带回家。对，今天记得千万不要错过这样的好康，因为呢329令吉呢真的是非常的划算。马上呢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把我们的 Le Chef 给带回去吧。哇哦，这个超值的套组呢就只在我们的 CJ Wow Shop 啦，你看到吗？ The Chef 的这个琥珀玻璃锅四个让你带回家之余，再送给你四个耐热的玻璃食物容器，以及四人的碗筷套组。最重要呢是我们的价钱非常诱人啊，四价原本是926令吉，今天这档节目节省了597，超值优惠价只需要329令吉而已，真的非常划算哦。如果你是 Maybank 的信用卡用户的话，还可以享有3个月免利息分期付款，每个月只需要109令吉673，好贴心好贴心。再来呢，我们还要给大家是5%的 WOW 购物积分，你只需要去到我们的手机 application 来做购物，就可以把这个5%的 WOW 购物积分给带走了。现在马上拿起你们的电话，又或者是呢去到我们的手机哇，去到我们这个 application 呢，把 The Chef 赶快抢购回家啦。你看到星星的干妈哈，收到这个 Le Chef 的时候多么的开心，对不对？因为呢，他知道这个锅子呢真的很好用。比如说今天他要在明火炉上面呢烫一些东西啊，煮一些米粉的话呢，都非常的方便，因为你就可以直接从外面看到讲说，哎，已经滚了，差不多熟了，就可以拿下去了。而且我觉得很棒的地方是什么？3L的话呢，你可以煮汤啦，或者是要煮一些比较多汁的东西。对，那当然你不要忘记啊，如果我们是小个的锅子呢，你就可以来煮泡面啦，或者是煮一些粥啦，或者是婴儿的副食品都没有问题。最重要的是今天你们这个锅子呢是可以从我们这个煤气炉上面煮好了，直接摆上桌子去盛盘，让你新年哦，请这一些家人朋友亲戚来你的家的时候看到这个锅具，他们一定很羡慕你的。真的，而且你看到哈，我们为什么到处都有看到这个法国国旗呢？那是因为我们这个玻璃呢是在法国一家工厂，全世界只有这一家工厂呢可以制作出这样子的一个陶瓷玻璃，它可以承受就是-40°的一个冷，以及高达800°的一个热，这个温差哈不是一般的这个玻璃可以做到的。因为大家都知道，如果是玻璃的话呢，有这样高的一个温差，一定是破裂掉了，对不对？对，那就连我们的这一个可能是不锈钢啦，或者是铁的锅子，有时也会遇到这样的问题，太冷太冷，去到太热的地方也是会凹，变成一个凹凸的情况。是的，所以你看一下，今天我们给大家设计这么漂亮、这么美观的这个琥珀玻璃锅，新年的时候用起来的时候特别有面子，因为新年的时候大家都知道嘛，为什么呢？很多时候呢，我们都会去 potluck 啦，对不对？对。然后呢，会煮一些东西呢，放在桌子上啊。哎，这个呢，如果说你煮了东西，然后放凉它，去到我们的这个就是朋友家的时候呢，很方便。为什么呢？他家有火炉的话，你直接放在火炉上面加热；他家没有火炉的话呢，你直接放进去我们的什么呢？就是 microwave steam 一下也可以，或者是他家有这个 induction cooker、ceramic cooker 什么鬼 cooker 都好了。放上去就可以了。那再来不要忘记，就是你把它带来回去，你想象一下把它摆在你的餐桌上面，多么的大方得体，多么的有面子啊。所以呢今天把它带来回去过后呢，你在新年的时候要煮这个团圆饭，你就用我们的锅具煮就对了。那煮好了直接放到桌子上面去，第一好看，第二呢就是省了这个洗碗碟的工作啦。是的，今天我们带给大家的 Le Chef 的这个琥珀玻璃锅一共是有4个哈，从最大的3L一直到最小的1L一概俱全，当然还要再送给你另外4个我们玻璃的食物容器，不是 plastic 的哈，是玻璃的，也是耐热的一个玻璃食物容器。之余呢，今天特别加送给大家花开富贵的碗筷套组4个，也让你给带回家，你不需要给任何的一分钱。 OK， 今天只需要329令吉就可以把整个套组带回家。那而且呢我们也非常贴心啦，有这个 Maybank 的免利息分期付款啦，每个月只需要付109令吉67仙而已，所以是很贴心的。今天我们是一个非常功能性非常好的，然后呢我们外观看起来也很好看的 Le Chef， 只需要这样的一个价钱，然后有那么多的赠品配合新年购买回家，真的是非常适合啦。是的，而且呢新年的时候
时候呢，我们都知道讲说呢，如果你今天在用一般的那种厨具的话，比如说你要炖东西的话，你用铁锅的话，烧焦的话，是不是超难洗的？对。但是因为我们是玻璃的关系，其实呢，你只需要用那种比较粗的那种青色的那块布呢，把它这样子轻轻的刷一刷，那些脏到的那些肮脏的东西呢，它很容易就已经是被清洗下来了。是的，其实我们Chefz呢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就是因为它是琥珀玻璃嘛，它就可以减少没有什么化学反应。就是说，如果你煮酸的食物、碱性的食物、咸性超高的食物呢，都不会有化学反应，锅子不会坏之余呢，你吃进肚子里面也特别的健康。真的，其实我是非常喜欢用我们的这个玻璃来煮东西的啦。第一就是你可以透视它，看一下它的熟程度是怎样嘛。第二是什么呢？就今天呢，它呢很方便我啊。比如说呢，我吃不完，我不用再换另外一个碗呢，把它放进去 freezer 里面，我直接整个锅子丢进去 freezer 里面，第二天我要吃的时候再拿出来加热就可以了。从头到尾我只是用一个锅而已，没有再用 extra 的一个碗啊去装的话呢，就省了功夫了。真的，那还有它另外一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它聚热的这个功能非常的强。也就是说呢，你今天可以缩短你煮菜的时间、烹饪的时间，然后呢，也可以换句话说，就省了煤气，是啊，省了金钱啦。省了金钱，而且你看到吗？我们现在在做什么？做 cake 啊，做 cake，你把那个面糊放进去，你直接放进去 microwave， 或者是放进去我们 oven 里面烘烤，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所以我讲说，它耐热哈是可以去到800度这么高，无论是怎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很极端的情况之下 ，microwave oven 啊 ，oven 啊，或者是明火上面呢、啊，拿去烘啦，都绝对不用担心它会裂的这个问题。所以今天你带回去呢，是一个非常方便、功能性非常厉害呢，而且呢吃进肚子里面非常健康的锅子了。所以呢，妈妈们不要浪费这个时间了，因为呢我们还有很多的赠品啊。所以呢，赠品那方面我们大家不用讲了，看起来一看就眼睛就已经亮掉了。不要浪费时间，马上拿起你们的电话拨打我们的热线，又或者是呢去到我们的这个手机应用程式，马上把我们的套组给抢回家。最重要的是还有很多的赠品等待着你啊。是的，你看到这个赠品就是特别加送给大家，包括说花开富贵的碗筷套组，平时是没有的哈，对了，只有在这个时候呢才会送给你的，不要再等了，赶紧行动吧。还有我们4个玻璃的食物容器也要送给大家的，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用程式，把老 chef 给带回家。玩具加上拥抱乐呀乐呀乐逍遥，送一下玻璃锅，来自法国制造的一个全能玻璃锅，绝对是您的首选锅具。是的，今天我们的陶瓷玻璃呢，可以承受-40度到800度那么锅，它是耐冷热、耐高温差的哦。是的，你看一下，能屈能伸的一个厨房锅子，包括说煤气炉啦、电炉啦、微波炉、烤箱，甚至是呢，你放进这个冰箱、洗碗机里面呢，哎，都绝对没有问题。哇，实在是非常的万用，而且今天我们这个新年WOW的超值套组呢。里面除了我们的锅子之余，还有我们耐热的食物容器，还有呢就是4人份的这一个碗筷套组，一定要送给大家的。所以今天不要错过千载难逢的机会，赶紧马上拨打热线，又或者是呢去到我们 application 把老 chef 给带回家过新年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们的 La Chef 呢也是可以，就是放热油进去，然后进行炸的。现在呢，这边我面前就有一个非常热的一个热油哦。然后我现在先看一下它到底有多少 度 ，OK？ 哎呦天哪，你看到吗？多少度了？192度。所以呢，它是非常高的一个温度的情况下，我们现在要做是一个很极端的测验。你看哈、哦，这么热的油放上去冰块上面，哎呀，会破掉没有？有没有破掉的情况？完全没有。你看它还是稳稳热热的，就证明。我们的这个锅子非常的耐用，温差再高呢也不用担心，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它里面耐的这个温度是很强的。我们虽然把它放在冰块的这个周围，但是呢你看一下，我们竟然里面的这个温度呢还可以炸我们的这个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冬粉，还有我们的这个就是虾饼啦。这就是它所谓的这个聚热度非常的强，就算呢就是把
这个热的锅子放到冰块里面，也可以继续来炸东西。今天呢，如果你有了用了它过后，在煮菜烹饪的这个过程时间缩短了，省了煤气，省了钱，所以是一个非常万用的锅子来的。是的，所以呢，你今天可能说煮一些比较就是文火来煮，比如说我们的一些汤汁的话呢，汤啊或者是炖汤的话呢，你呢开小小火，但是呢它里面的那个就是聚热的情况很好的时候呢，你就不用花这样多钱炖这么久咯，它就可以炖更长更短的一个时间啦。那今天呢很棒的地方是什么呢？如果说今天你把我们的 Le Chef 给带回家的时候呢，你就可以知道讲说桌子上面摆了四个 Le Chef 多漂亮，有没有？有，非常好看。所以今天你把它带回去呢，就是非常大方得体，而且呢你就可以省了这个洗这个碗的动作。不要忘记哦，我们今天呢带给大家的这个陶瓷玻璃可以承受-40°C，是一个非常冷、非常极端北极、南极才有的温度。之余呢，再到我们这个家，就是说800°C呢，都可以就是打鼾了。所以今天它是一个非常厉害、超耐冷热又高温差的这一个锅具呢，就一定要靠了。是的，刚才看到了，就是那边是热油，然后我们放进那个 freezer 里面嘛，但是放进那个冰里面啊。但是现在呢，我们就连把它放进这个 freezer 里面也是绝对没有问题。哦，你看到吗？这么冷哦 ，OK。绝对不用担心它已经是硬烤烤了，对不对？但是呢我们是直接可以把它放到火炉上面，直接开火加热啦。对，我们非常担心如果是一般的玻璃又或者是铁制成的这个锅具拿出来放到明火上面的话，它肯定会裂掉。对呀、或者是凹下去，因为它是瞬间的一个温度的差别嘛，从最冷到最热的时候呢，如果玻璃它不够厚的话，或者是它没有那样子的品质的话，它就是会 crack 掉咯，就是有那个皲裂的出现。但是今天呢，因为它的耐温差呢，从-40°C一直到我们这个最高的800°C呢，瞬间的一个温差它是可以大撼到很厉害的哈，所以呢今天你就省了很多功夫，你不用把这个吃不完的食物放在容器里面，然后弄热了再把它放回出来这样子。是的，而且呢今天呢比如说你要加热的时候是很方便的，无论是说你今天要加热之外呢，你要把它当成是一个锅来炒菜的话也是绝对没有问题的哈。对了，因为它容量够大，就比如说新年的时候我们要煮罗汉斋啦，一些发菜啦、一些不同的这一个烹饪的这一个 menu 都可以把这个 Le Chef 带派上用场。是的，因为真的是你看我们的这个容器够大的时候，你要煮酱料多的食物的话呢也是可以啦。 OK， 我跟大家讲一下当然呢玻璃容器不同于一般的这个铁锅啦还是怎样的锅啦，它的导热度传热度呢可能说没有比铁锅来的好，但是呢它的这个保温的情况肯定是比我们的铁锅来的更好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得到，就是说今天我们的这个油加热了过后呢，它的温度呢是持续在 保留在一个蛮高的这个温度的，你煮菜的时间真的可以缩短很多啦。是的，所以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要炒菜的时候它很简单的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什么呢所有的这些菜式 啦、你要焖的，尤其是我觉得说啦要焖的菜式呢，用我们这个玻璃锅具呢是非常的好用的。对，因为呢它保留的这个温度在这个锅子里面是非常的高的，也就是说呢你把它开了大火过后呢你转小火，它的温度还是持续在蛮高的一个温度的，然后呢你再用这个锅子来焖我们里面的食材的话呢，你也就不用浪费太多的煤气了，对不对？是的，所以呢你看一下今天呢我们要煮什么呢，猴喜发财 OK， 只需要呢下了我们的这些就是材料炒一炒它爆香它过后呢，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猴喜啦。哇，非常多的这个料理，你现实想想一下，新年你把它带回去直接煮好了，盛盘也是很好看，那当然呢你煮菜的时间也缩短了，也是非常的方便，省了很多的时间陪你陪一下你家人就对了。真的，而且那你看一下猴喜哈，就是只是要这样子轻轻的炒一炒，然后呢我们就可以下我们的这个酱汁，然后呢让它焖一焖就 OK 了。那最重要就是呢今天你做到要焖的话呢，真的我们一定要用这个聚热能力非常高的锅子，今天 Le Chef 呢就满足了这个功能啦。你要聚热的话呢它就可以聚热，而且也不要忘记呢今天我们也可以把它吃不完的放到冰箱里面呢再拿回出来继续把它弄热，它也是不用担心我们的这个锅子呢会弄裂的。是的，而且呢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呢，今天呢我们要焖的时候呢是非常的方便的，有没有？有，因为焖的时候那个盖子呢盖上去过后，它呢就可以呢把我们的这个味道呢更进一步的把它渗入到我们的这个食材里面啦。是的，
你看把它这个盖子这样盖起来，然后就靠我们的这一个低温，然后里面聚温功能非常高的锅子呢，把这个食材所有的香味呢给它逼出来，让它更加的色香味俱全。今天全靠的就是 Le Chef 的这个锅子，你看。而且最重要是什么呢？刚才我们放在明火炉上面煮的这个呢，也已经是 defrost 到差不多了，有没有？对。因为你知道讲说什么呢？平常的这种锅子哈，你是要慢慢等它解冻的，就是你可能呢放在那个盘子上面装一壶一桶水，然后让它慢慢的这样子融化。但是今天呢，我们这个呢可以直接放在我们的这个明火炉上面加热的话，你的解冻的那个过程就已经是减少很多很多时间了，节省了很多时间之余，也不要忘记今天这一个锅子呢真的是不挑炉了，是的，就连你看我身后这一个我们的这个 microwave 也没有问题。就比如说今天呢，你要把这个食物弄热了，然后拿给你的老公啦，给你的小朋友带去学校带去上班，也是非常方便的。你看一锅熟就是这样子的概念。哎，我们今天是做辣梅饭呢，你看到吗？这个都是辣压来的，然后呢我们就可以拿出来吃一吃，看一下到底有没有比较好吃一点的。因为呢这个呢 我看一下哈，因为很多时候呢大家如果说在吃东西的时候不够热的话，我们华人就是不喜欢啊，有没有？你今天呢的 La Chef 的话，是不是它最方便就是你可以直接放到明火炉上面加热，或者是放进我们的这个就是那个 microwave 里面叮的话，也是非常的方便的。而且不要忘记哦，今天如果你吃不完的话，又或者是要拿给小打包给小朋友，打包你老公，就用我们免费赠送给大家的食物容器，有四个那么多都是送给大家。还有你看到吗？我手上用的这个筷子还有这个碗碟呢，一共是有四件套哈，对，也是免费送给大家，让大家给带回去的。今天的赠品真的是不得了，所以呢329令吉绝对值得投资，或者是买一些回去呢当成是爸爸妈妈的这个礼物也不错哦。赶紧拨打我们的热线，或者是上到我们的手机应用程式，把它给带回家吧。嘿哟，一张张车票载满了欢笑，声声恭喜和问候迎回环绕，从街头如果要去 hot lunch 的时候，我们都是会用那种铁锅来装，对不 对？可是铁锅呢，你煮一开始很热，去到我们的那个朋友家的时候，就全部已经凉掉了，因为它的保温的那个速度哈是不够好的，所以呢很快就已经会凉掉。但是今天呢，如果说我们是用 Le Chef 的一个琥珀玻璃锅的话呢，其实它的保温的那个情况更好，之余它呢是可以直接放在任何的这个炉子上面，甚至是在 microwave 上面，甚至是 ceramic cooker 上面加热的。对，所以今天这个套组我相信很多妈咪都非常想要，很抢手的这个套组来的。不要忘记哦，套组里面回归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有这一个三 liter 非常大容量的这个锅子，两个 liter 1.5 还有一 liter 都可以在我们套组里面找得到。市价原本是926令吉，节省了597那么多，今天哦听清楚，只需要329令吉就可以带回家，而且有很多的赠品要送给大家，比如说我们的容器啦，亦或者是这一个碗筷的套组呢，也是要送给大家。而且你看非常贴心哦，我们有免利息分期付款，只要你是 Maybank 的这一个信用卡用户的话呢，就可以享有三个月免利息分期付款，一个月只需要109令吉，67000。哇，你看到吗？所以呢今天家里呢放满了我们的 Le Chef 的这个锅子的时候，看起来特别的高贵，有没有？而且最重要是什么？今天1、2、3、4个锅子让你带回家，之余还有我们前面的这些碗碟这个碗啊，然后有筷子啦，四件组全部让你免费送带回家，之余还有四个玻璃容器呢，也是要让你给带回家的。真的，今天这个整个套组带回去的话，我真的是要非常恭喜你，恭喜发财，因为你已经是赚到很多了，只需要329令吉就可以把我们整个套组给带回家。是的，所以今天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了，那么厉害那么强大的套组我们就等待着你，新年也一定要靠老 Chef 了，不要浪费时间，马上拨打我们的热线，又或者是呢去到我们手机 application 把老 Chef 给带回家，天天精彩，天天旺。